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colleagues.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So we are here today to discuss 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会集中在这个电子报容和数字平台的这个问题身上。 今天我们的参与者有我希望能今天让我们能够一起结论关于这个电子竞技社交平台还有这些电子平台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尤其是在建造安全和自由的网络空间的这个领域上今天我们有十位发言者参与所以每个人只有几分钟表达自己的立场所以现在我想让我们的听者表示跟我们在一起有西蒙内达索马鲁甘女士她是瑞士联邦环境运输能源和通信部部长还有罗伯特·维奥拉先生欧盟委员会通信网络内容和技术总干部 Michel Bachelet，杰里亚女士，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Nayat Malamjit，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暴力女孩儿童问题的特别代表人；好，屈东宇先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部。 还有Maximo Torero先生，他是这个FAO组织的主要经济专家。还有Dafik Jelassi先生，我希望我这个翻译是对的。他是科技文组织通信和信息助理总干部。还有跟我们在一起有Josh Kalmer先生，他是。 全球公共政策主管总公司 还有Wendy Hui-Kyung-Chun女士 她是加拿大150研究主席 她是西门弗雷舍大学的员工 还有Nigadat女士 她是Facebook的简会的成员 为什么这所有的参与者今天想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 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所加的是卡德维兹的高峰会，那为什么我们都参加这个？因为你和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一起觉得我们有权利能够在安全的环境生活、学习、工作，这个也包括我们的这个网上的生活环境，因为这个大流行病强迫我们很多事情都要在网络执行。如果我们在网络生活、工作、学习，那这个网络的自由。 发言权、隐私权等等，这所有的题目就变成我们的一些电子权利。这些电子权利，同时也是人权。我所说的人权，当然我想起这所有，在这个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这些移民人。 那些想进入波兰的那些移民，那我希望马上这个政府和欧盟委员会会做什么，就改善他们的情况。那如果我说人权，那我也是觉得这个人权破坏的这个问题，侵权的这个问题。那我现在想起一个埃及的。
大学生, 他目前坐牢, 为什么? 因为在Facebook 他发表了一个意见, 而且22个月 他要待在一个监狱。 我也想起一个Julian Assange, 他现在也是被要坐牢, 因为他披露了一些战争的这个罪行。 我还要想起一位特权代表，就是他当时准备一个自由自由的发言自由的一个报告。我也想起一个Ravadishi，一个年轻的女士，她目前她在坐牢，为什么？因为就是让她不能够去这个Glasgow的这个会议。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世界有非常多人受到这个他们的人权的暴力，尤其是就是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受到这样的伤害，也包括孩子。 而且很多这样的暴力案件也是通过网络所做的。我知道这个流行病爆发，让很多国家觉得他们现在有权利违法积累一些信息，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对，这个必须要结束。 所以现在我马上就要请Roberto Viola 先生，他是欧盟委员会的代表，所以现在我要请他告诉我们他们的发言。但是我也想强调的是，在宣布首套一些网络自由的一些规则，欧盟委员会。 他们最近提出了一些新的电子服务一些规定。这些规定旨在创造一些更为安全的网络空间，而且让在这个网络空间，我们都必须要遵守人权。所以这就是大概我想说的这个内容。很抱歉，我的英文的口音是稍带这个意大利的口音，不好意思。所以现在我想请 Roberto 先生发言。 非常感谢，我希望大家能看见我，也听见我。我们看得清楚 ，Bani Roberto 先生，您好 ，Viola， 我们非常高兴，我能听到你的建议，非常高兴，欢迎请邀请我参加这次活动论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新的社会国际秩序。我希望在这个世界当中。 在这个童话的世界当中，互联网世界当中，我们说，我很久很久以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在这样事情会发生。我们的目的是保证民主，在互联网当中保证民主。我们首先要确定非常明确的规则。 我们必须以人为本，我们必须要非常明确的说，人权是无论如何要被尊重的，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必须是我们的中心，这是一个我们今天数字时代的一个目的。我们也必须到2030年的时候，这个空间互联网的空间必须是个民主的空间，我们能够利用互联网空间。 不光是我们不应该有只有空洞的口号，我们要有具体的行动，用自己的法律使我们的目标能够实现。我想说，一个星期之前，欧盟有一个新的规则，一个法律，这是一个法律的法案，法律数据的档案，数据的法律档案，这是第一次，有一个。 在公众数据的一个管理法案，
这是一个法律案法案，能够使得尽大程度的使用公共的数据，能使数据能够被广泛的使用，为企业和创新企业能够合理的使用，也让居民们可以有更大的数据可以用来分析和咨询。这是完全一个新的法律工具。我也想在这提到一下人工智能。第一个方面的法律为能够为互联网数据空间能够有一个法律的规定，是关于更深的数字服务的这么一个服务，能够保证以保证人文人权为基本准则。我们还要记住的是，数据平台、数字平台，比方说这个社会媒体，搜索工具，都是我们说的这个项目。他们首先要以人权为主，这一点是要透明的、要明确的，而且使得政府机构和政府社会机构能够有机会得到这些数据。而且这些平台必须要以人权为基准，我们对他们进行评估，让他们能够评估他们的风险，让我们能够不提供这样的计算方式或者这样的方法，不光是只是以挣钱为目的，而且必须要是负责任的一个数字平台。提供好的、值得信任的服务，数字资产法案是把最主要的目的为这个政府服务，数字平台提供非常非常重要的服务，而且这些重要的尤其是为中小型企业提供广阔的空间。我们希望中小型企业能够有对数据的使用，能够为他们的经营提供服务。而数据平台作为这样一个平台的话，必须能够提供不同的创新的和平等的方法。民主的发展也是要通过我们的创新来实现，而且希望大家整个社会能够积极的参与。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这个法案，关于人工智能的法案，同样也希望我们把人工智能当作人类的一个赠品，能够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能够我们对人工智能采取一定的控制。我们也希望能够合适的方法用能够很好的进行风险的分析，通过人工智能进行风险分析。这是非常简短的一个总结，这是我们做的一些简单的一个总结。当然我们的努力也是集中在互联网的创新、互联网内容的发布和新的一代的互联网新闻发布，这是我们努力的很长时间进行的努力。我也非常感谢欢迎大家参加这次论坛，谢谢。非常感谢。我知道你还有其他的安排，所以现在必须要离开。那如果你可以请继续跟我们在一起，那非常感谢。现在我想要邀请屈东宇先生，他是FAO的负责人。屈东先生，他现在要发言，谢谢。
非常抱歉，我们的屈东先生他现在不能亲身参与。我是马西莫托雷罗，我是这个粮食农业组织首席经济专家。 非常感谢，我觉得你也可以代表屈东元先生。那这些先进技术对我们的社会，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他们也改变了市场的一些现貌。那但是现在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这个。 电子的排除现象，它是非常大的问题。按照我们的数据，这个目前我们必须要4000亿欧元多的这些投资，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些目标。所以，为了达成我们所想要的这个文化变化。 就是让所有的人能够接入网络，那需要那么多钱，所以我觉得我们都知道，这个除了钱之外，还需要很多其他的领域的工作，尤其是一些政策方面的工作、国际合作，还有我们必须要建设一些新的平台。 让我们能够完全发挥，比如这个 FinTech， 还有其他的这些资源的作用。在FAO，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些新，就是技术处理和其他方面的那些创新。当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及到农业这个领域。 所以说，我们也想要这些从事农业的人，他们更积极的参加这个电子转型的工作。如这我所说的，像他们提供这些气候变化的一些信息，或者这些跨链信息的一些使用。我们还需要一些更为智能的。 这些经济服务、资金服务，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想要主办更多的项目。我们的项目之一叫做“1000农村”，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是让世界上1000个农村的农民，更普遍的使用电子技术。 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集中在那些需要附加支持的比较落后的地区，所以通过这个方式，我们也想提高这些地区的人的信息一个接入，还有他们使用电子技术的一个能力。 在去年7月，我们开设了一个专门的平台，在这个平台，用户可以使用一些新的地图，互动的地图，而且他们也可以参考一些政策，还有让他们能够使用其他的工具。 来提高他们的工作水平，所以我们主要的工作目前是让我们能够让那个农业转型变成一个更为有效的，而且更为实用先进技术的一个行业。非常感谢，我就说到这儿。 多拉多先生，我非常感谢你的这个介绍。那我自己还没有介绍，我名字是 Arturo Di Corinto， 我自己是一个记者，我写书，而且我准备一些大学课程。
我自己来自意大利，所以现在我对每个人的发言，我也想做自己的一些补充，所以请大家现在开始你们的发言，跟我们在一起。目前还有阿贝阿兹达希，他是毛里塔尼亚数字转型创新和行政现代化部长。 他是这个毛里塔尼亚的这个部长，所以现在请您发言。非常感谢，我今天有机会能够在这座论坛上发言，在这么有趣的一个论坛项目当中，我想提醒的是，2030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是关于联合国当中必须要达到这个全面平衡发展的一个阶段，必须要建立一个包容的可持续发展的全面的一个阶段，这就必须要整个社会必须要把个人当做是注意的中心，因为这一点就能够使我们能够达到平衡的发展和全面包容的发展，能够保证多样化。 也能够使我们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和方法，包括我们的环境，能够让所有的人能够获得很多的最基本的教育、医疗方面的服务，也是重要的一点。我们还应该保证最保证每一个公民的一个权利。技术发展可以说起到一个巨大的作用，在我的国家毛里塔尼。 我们在这方面经常没有足够的能力。本国的政府注重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保证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能保证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能够保证透明和公平和有利，大家都使用数据。所以我们的政府就准备开始了。 提供一个新的数字服务，从2016年开始，推进了一些法律框架，能够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2016年，我们也强调，社会对于数字社会多么重要的发展，能够合理的使用数据，多么重要的能够在这方面的。 使整个社会都能够积极加入这个改变。我们获得的成就呢，就是2017年，我们有一个关于一个数据保护的法令，出台了一个法令，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框架，让我们能够安全的、有效的处理我们的数据。对于我们，对隐私。 数据的一个很好的处理和，这是一个很好的法案，能够保证人的最基本的自由和隐私。而且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也开始推出2018年，我们又有一个新的法案，就是关于数字交易和服务的一个法案。 在这个法案当中，提到了各种各样的数字服务，包括数字数据的这个储存和代理。另外呢，包括一些数字的版权，能够使我们能够准备好数据规则的发展。下面我们需要得到什么总结？是的，这对我来说非常。 重要的一个时间，我想在这强调的是，我们不能省自己的力气，尤其在发展国家，应该讲在各方面更多的宽容，更多的包容。非常感谢。 下面每一个特别的我们的贵宾发言人，班宁。 纳亚马日的女士是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贵宾，她是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特别代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非常，下面请。
发言。我想在这儿强调几个重要的问题。2018年，我成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儿童买卖的问题。我在这里，这里，我想向大家表示，数字平台可以能够更加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台为儿童来使用。我们不想光光说儿童个人人权，而且儿童权利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说的，这是一个能够有个自由发言的一个平台，而且能保护个人的隐私。如果说我们希望，我们必须有个数字平台的包容。我们也知道2%和3%，儿童是学龄儿童不能有互联网的使用，很多的儿童有。在互联网上有自由的发言的权利，我们应该保证，数字空间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空间，能够使得自由发言的儿童发言能够比较自由。我们现在也知道，不能够取消儿童发言的权利。第二个就是关于隐私和保证数据的安全。虽然有很多的法律和手段的实施，但是儿童数据的保护还是不够的。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关于保护，尤其是在网络暴力，我们要保证儿童过于受到性侵犯和网络暴力的侵犯。我们知道在最近发表的一些报告当中，知道有很大的增长，尤其是在网络使用方面，关于增加了77%的在网很多的性语言对于儿童的使用，在2020年。54%的儿童可以说是可以获得比较有害的网络一些内容。虽然我们已经提供了这些不安的要求，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一些方法能够防止这个现象的出现。我们应该记住，虽然我们成立了一些联盟，我们也促进执行了一些互联网使用者的一些确认，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的面临挑战，我们必须要比方说，在我们的使用当中，儿童的形象被使用在商业的运用当中，而且很多的黑暗的网站也在用这些黑暗的网站让儿童能够有接触互联网的暴力和性倾向。各种各样的暴力，网络暴力是非常的，这是一个有一些网络的暴力，网络的，而且让儿童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纳亚女士。After the other panelists, maybe please just a simple thing to something that we can do together to stop this. 那现在我想请大家，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我们一起能够做什么来对抗这些负面的现象。David Jalassi 先生 ，UNESCO 的教科文组织通讯和信息助理总干部，非常感谢。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要同意，电子平台也有一个黑暗的这个
后果，比如说这个仇恨语言，或者断分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我们应该应对这些问题。那在 UNESCO， 我们觉得这是有三个做法。第一个是 laissez faire， 就是什么都不做。但是这个我们不能做，因为这样子这些错误信息要传发，我们不能做这个。在其他的国家，政府决定就是规定一些发言自由，但是这个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不能阻碍发言自由。那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那我觉得有第三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就是加强透明度。因为就是说那些工作在这个网络或者电子领域的那些公司，他们要透明，就是具体告诉我们他们目前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而且这些措施是有什么样的结果。目前我们经常使用 AI，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技术。上个月在 UNESCO 193个国家接受了一个关于 AI 的道德就是使用的一个文件。我觉得这个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因为这样子我们能够保证这个 AI 的使用也是尊敬人权，而且让我们就是以符合道德的方式进行有关的监督。我觉得同时我们也应该就是对那些政府员工还有警察等等机构的员工进行一个培训。我们已经对23000这个行业的人进行了这方面的一个培训。我们最近也举办了一个关于就是法治和 AI 管理的一个网络培训，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就能够降低电子技术所带来的一个风险。我觉得我们有能力，就是让那些使用网络的负面的后果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不能完全就是解除掉。谢谢。现在有 Josh Gallimer 先生，他是 Zoom 公司的全球公共政策主管。非常感谢，我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开会。我现在所代表的的一个技术公司，我们作为技术公司，我们觉得有非常大的责任。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需要一起合作来提高这个包容还有安全，还有解决其他比较重要的这些挑战。第一个东西是信任，就是那些技术公司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工具，但是也要有好的态度，就是让那些公众他们对他们有信任。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些在我们的社交所进行的这些活动当中，他们的权利是有保护。第二个是透明，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透明的这个因素，所以这些技术公司他们必须要以非常透明的方式
就是解释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他们如何对待那些违法或者有破坏的这些内容。当然我们要采取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态度，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是透明的，我们必须要有这个透明的足够的一些标准，我们必须要具体知道在这个侵犯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活动。当然我们要提到任何两个公司都不一样，比如说 Zoom 跟别的平台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样的公司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一起考虑我们如何要引进那些技术，引进这些标准，让所有的参与者能够安全参与。非常感谢我们大家，非常感谢帮卡尔曼先生是我们的贵宾。现在出现了一些事情在台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让我们能够多看一些这上面的在台上的横幅，这些年轻人他们希望他们的声音被全世界能够看见，希望我们的技术人员能够支持我们。应该说我们必须，我们都同样都希望我们能言论自由，大家想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在这里也把我们的反对我们的表现，我们不感到自己的自由和安全，大的国际公司和平台我们的自由是受到了影响，自由和隐私都是我们的自由，我们网络的使用者不感到自由和安全，有1000万的人都是在这个在数据世界当中工作，各种各样的过多的控制使他们的自由得到了控制。我们这代表着所有的欧洲议会当中的一些代表，还没有共同的一个法令在欧盟当中。如果说到关于工作，尤其是网络世界工作的员工，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声音让全世界都能够听见。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愿意，你们的横幅上面在台上发表的自己的原因，希望我们的摄影师能够看一下，把我们的横幅让大家都能看见。我是一个记者，我的名字叫 Casper， 我的想强调的是需要的是一个改革，尤其是在网络世界的数字广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敏感的一个事情。很多的公司就是希望能够窃取用户的数据，这是不合理的一个法案。这些都在80%的网络上。如果这样的利用广告，只要我们按同意就可以收集我们的数据，这是我们不同意的，我们强烈反对的。我们不能用这样的广告来窃取我们的数据，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一个网络空间应该为用户服务，而不是为大集团服务。我现在想请求所有的人在此参加论坛的人，我知道这有大公司的一些代表，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要求。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坛。非常抱歉这么一个短暂的一个一个插曲，我想希望大家能听清年轻人的发言。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还会请一位发言者，惠永春女士给大家的发言，是加拿大150研究会主席。非常感谢，衷心的感谢。我也感谢，能够让台下的人有自己的发言。我们想决定确认，就是说，在很多时候，那些被排除的这些人的发言能够被听到，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现代的科技和解决方案，可以能够增加公平和在公平和公正在数字空间当中。那么重要的是，自动的数字合成是内容的合成，是为了年轻人不能够成为年轻人作为网络的受到攻击的目标。这个一群人是有可能是成为黑人，比方说他们会成为种族歧视的一些攻击，一些如果能够在如果对反对种族歧视的这些人会被排除在探讨的这个社会群组当中，比方说LGBT 这些人也被排除在这个论坛之外，他们也是被自动的被排除，而且经常会被利用来确认他们是种族歧视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推广更多的平等，反对歧视和种族歧视和其他的种族，其他的我们想让全民的投入能够得到更加的宽容包容。因此我们希望各个这个社会组织能够加入这样的讨论，这样就是在加拿大就是这样。我们希望能够研究出新的建议和方案，能够在一月份被使用。我们还要做认真的研究，很多的认真的研究。我们不光我们不能只是一些发言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希望欧洲的一些机构保证为研究人员提供数据，这个数据的使用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透明和公正并不是足够的，研究员必须要有，研究的机构必须要有，私人的企业的数据这也不是足够的，我们也必须能够有更多的民主的方式给更多全球人研究人员的使用。非常感谢，这是温迪·休斯顿女士的发言。我几乎完全赞同你所说的内容。现在Nayat Dutt 他是 Facebook 的简会的成员。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你们邀请了我参加今天的会议。我自己代表就是世界南方，而且我是这个公民社会的一个参加者，而且我非常高兴你今天跟那些年轻人就是赋予了这个发言权。我自己作为这个 Facebook 的监事会的成员，我想介绍我们公司所采取的那些措施，而且我们如何帮助建造更为包容的社会。
我很高兴今天我能够跟那么多重要的主宾在一起，发表我的意见，而且我们在这里有29个国家的人，我们代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宗教，但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说，我们信人权，我们信发言权。所以现在我们多考虑这个发言权它如何能够影响人权的保护，而且对全球的网络的用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在我们所采取的这个方式，我们首先我们想保证所有的网络用户有这个发言自由。我们希望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这些规定都是一样的，因为在一些国家发言权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注意到，目前在网络的这个审查的水平是多么大的，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目前的状况，因为目前在网络最普遍的就是对所有的问最普遍对所有问题的看法就是集中在欧洲或者美洲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现在采取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让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地区的参与者的看法是更为代表性的。非常感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看法。所以现在我再想介绍我们下一位的。好像没有，已经没有。那非常感谢。那我现在只有15分钟，所以那我现在还可以什么，可以说什么？那我现在向大家再次发言，而且在当中，描述你们所采取的对保护儿童的一些措施，就是在网络保护儿童的一些措施，而且你们对保护发言权的这个贡献是什么？因为现在我想起了这个 Francis Organ 的一些词语，就是在美国的这个议会面前，他当时所说的这个商务社交网络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就一定不适合我们保护人权的一个模式，或者保护人权的一个模式。我想确实有很，我们现在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希望能够更多的人可以能够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反映出来。我想说几句关于我们作为一个委员会监管会是怎么做的，关于脸书的作为，也就是我们也已经在关注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有做了17个决定，而且有70个建议，关于言论自由和人权问题的一个在我们的脸书的网站上。我想我们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确实脸书在我们的建议呢，他们接受了。如果大家认为我们的监管会能够更多的让它自动能够改进的话，当然大家是有错误的。我们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的是合作，在各个
受益方的一个合作，使公司能够更加的公平透明。我们一开始以此作为一个试验，但是应该说这些调剂建构的结构是还是有效的。非常感谢，刚才是纳亚的大的女士发言。我想刚才我已经把我的脸书网站给取掉了，我也不用 WhatsApp， 我现在使用 Instagram 软件。虽然这样，有人说大家用社交一些平台，并不能能够形成好的一个形象。下面我想问一下温蒂·回崇祯女士，你还想再加一点什么吗？我想很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最重要的共同的一起合作，使我们的社会团体可以更好的利用技术，新技术。很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非常客观的看一些哪些我们的哪些工作还做得不是特别好，比方说信息的混乱，而且经常没有时间没有地方使陆续发表一些虚假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比较有趣等等。我们应该非常的对我们自己的模式的话要更加的认真的评判，我们如何能够获得更多的信任，尤其在数字世界当中，我们应该更加严格的去评判哪些我们做的机构，我们的监管还不能够很好的实现。另外呢，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新的手段，能够防止一些虚假信息在网络上传播。非常感谢您的评论。下面我们请 Joshua Kamara。我还想邀请我们的技术专家能够给我们放一个视频，这是一个视频。Michelle Bachelet 女士的一个发言，谢谢。各位同事，我非常高兴我能够参加这次论坛的发言，在整个大陆上，在所有的大陆上，各大洲，几十亿人在用各种各样的数字平台，比方说可以找工作，可以寻找健康的一些信息，或者是一些娱乐，这些平台是对全球数字空间发展的是非常重要的，使得他们能够长期发展多样化。另外的安全，在我们的面前有很多的决定。第一个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一开始我想说，在我们有一半的世界人口当中。差不多一半人，而且还没有在网络上，他们没有网络，他们生活在乡村，还有很多的困难在全球的交通通讯当中，还有更多的问题，比方说贫穷更加的暴力是更加严重的问题，经常网络的使用是非常困难的，那里没有尊重人权。那里的人没有获得真实信息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要使人类能够互相包容，我们应该确认数字平台它是有一个非常基础的重要的作用要来发挥，非常强暴的恐怖的一些歧视和混乱的信息，这些都使得整个数字空间非常的混乱。在数字平台上可以非常好的传播经济和政治信息的话，同时也非常容易能够成为而且这个平台也可能会控制能让人权获得更好的保证。
我们应该共同的开始防止这些虚假信息的散布。我们应该记住互联网是一个是政府的一个知识宝库，同时还应该能够受到监管。有时候非常困难的，甚至于不可能的，使得网络使用人、互联网使用人能够确认这些网上发布的消息是真实的、可用的。我们在说很多新的发布的一些法令，这些发布的法令。是没有尊重人权，或者是人权受到危险，这些内容都不符合法律条款，而且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内容的一些确认，他们是不符合法令条款。我们现在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使得数字空间能够更加的多样化，更加的可取化，而且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使用。平衡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在以人权为中心的基础上，是我们的一个目的。我的各位同事，亲爱的同事们，数字空间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为数字世界的发展取得一个决定作用，需要有保险的为人权的保障提供一定的工具。我们要为言论自由，全球的使用者有言论自由，我们还应该尽最大努力，尽一切努力防止非民主的歧视的各种迫害能够受到监视。我们还要使得决定是非常公平的、透明的。我们在等大家的讨论结果。谢谢。现在我们刚刚所听的 Michelle Bachelet 女士的发言，就是联合国人权的一个授权代表。现在我们也要听Simonette Simorogi 女士的发言。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电子平台有非常多好处，让我们能够快速能够找到我们想要的信息，而且也让我们能够积极参与社会所讨论的这些题目和对话，由此对这个发言权有好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黑面的方面，比如说这个错误信息、虚拟信息的推广。现在这些信息对这个信息的控制是由一些 AI 进行的，所以有可能经常有很多东西我们已经看不到，因为这个 AI 决定是不符合规定的。所以现在我们觉得，为了让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好的发展，那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些电子媒体他们是积极的参与我们的社会上的交流，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透明，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保证社会，就是电子社会所规定的一些标准。我们必须记得，就是这个电子化，它不只是对社会交流有影响，它也影响到了能源、生活方式，还有这个医疗。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每个公民对自己的数据保持控制。在瑞典，在瑞士，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看重这个问题。明天我们也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记得，
网络它只是法律之外的一个空间，我们必须要保证它是一个非常有信任安全的一个空间。只有这样子，所有的整个世界的公民才可以使用或者享受这个网络的优势。我们的 IGF 是所有的单位的一起开会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波兰的政府表示感谢，因为主办了今年的会议，而且我想感谢联合国的秘书长设立一个 IGF 领导的平台，因为这样子这个 IGF 对社会的影响会更大的，这样子 IGF 能够支持国际电子契约的发表，非常感谢。现在 Josh Carman 先生，你有30秒钟。对，我想补充，我觉得所有的公司应该积极参与所有的活动，而且这些公司他们应该欢迎对他们所采取措施的检查，所以我们一直跟这个国际社会合作，而且我们保持我们的中央价值，也想跟所有的利益有关方保持密切的联系。非常感谢，而且我希望你帮我们，让我们的数据未来也是更安全的。那现在Arturo，现在Torero先生，我没有什么补充的，但是我只想保持透明、包容、信任、安全，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想要交流我们最好的管理，让所有的单位都能够使用。谢谢。那现在我想总结一下，跟你们一样，我们也是对抗虚拟信息，还有错误信息。那现在我请 David Gelassi 先生，你有什么补充的？对，我之前也提到了这个透明，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很高兴其他的发言者他们也强调了，必须要采取一些透明的标准。几个月之前 ，UNESCO 它发表了一个报告，而且那边有26个参数，这所有的参数都能够帮我们提高网络公司的透明度。通过这些参数或者指数，我们能够让这个行业的透明度有所增加，所以请大家参考。我只想补充 IGF 当中 UNESCO 准备9个讨论会，所以请大家参加其他的这个讨论会。所以非常感谢今天的会议，祝大家健康和剩下的会谈过得顺利，非常感谢。